第二十八题，以电路如右图，每分钟通过铜棒截面 A 的电量为36 coulomb，则由电池流出的电流大小为多少安培？我们晓得，我们计算电流的公式是 I 等于 T 分之 Q。T 呢用的是秒钟 ，Q 用的是 coulomb。现在说每分钟通过电量为36 coulomb，一分钟呢有60秒，所以呢有这么多秒。那么 coulomb 呢有36 coulomb，所以呢是60/36，答案是 0.6 安培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第28题问我们说，如图所示，电流为大小为多少安培？我们答案应该要选择 A 0.6 安培。第28题答案选 A 0.6 安培。